是鸡爪吗？如果你晚上睡不着，就来看我吃饭吧。今天给自己整了一锅牛炒鸡爪锅。特别软糯，吸溜趴。味道是甜甜辣辣的，一口一个鸡脚完全停不下来。大晚上的吃鸡爪吗？完全骨肉分离的。问题不大。里面还有牛肠穿的牛肠串，再裹一下这个汁，它的牛肠还是嚼起来蛮有嚼劲的，里面的牛油特别的丰腴。想再用卷饼包着吃会更好吃吗？会。要来一口吗？牛肠一卷饼。也太幸福了。张嘴。老北京鸡肉卷、墨西哥卷饼，吃过鱼子粥、自制牛肠卷吗？今天鸡爪真的吃一个大满足，特别爽。这个是碳水加碳水，干杯。最后再给大家炫一个鸡脚脚，你们每个人用方言说一句鸡脚鸡脚。鸡脚脚就吃到这里，喜欢的话请记得给我点赞、评论和收藏。晚安，玛咖玛咖，继续吃，快快！这鸡脚真的好好吃。